来了来了。你看到了吗？拿到了。我看一下。你看这个。把灯牌放下来。这个是鸡哥。还有这个卓别林，啊！哎，表哥，你不是前天才偷那个叫什么劳莱雨哈代？你不是喜欢那个胖乎乎的吗？这个瘦小子机灵灵的，我也喜欢。胖乎乎的、瘦瘦的你喜欢，机灵灵的、傻乎乎的你也喜欢。我看呐、啊，凡是跟光影系有关系的，你全喜欢。你说对了。哎，你喜欢就好。素娟啊，给你看个东西，把眼睛闭上。要看东西，要闭上眼睛，你搞什么鬼啊？你闭呀、啊，不让你睁开，不许睁。我偏不。那不给你看。啊，好吧，那你快点。不许睁开啊！快点。好了，你看。哇，太神奇了！哎，表哥，你真会做梦。这算什么？我要去上海拍真正的光影戏。真正的光影戏、嗯？我要把爷爷的齐天大圣给拍成光影戏。把齐天大圣拍成光影戏，能行吗？当然能行了。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说最动听的故事。我要让全世界一切所有全部喜欢光影戏的人看。好啊好啊，表哥，我支持你。你得替我瞒着爷爷，瞒着爹呀、啊。嗯，我保证。可是，你要是去上海，我就……不就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你教我。来，你看这个像什么？啊。对了。我的比你的漂亮。不咬你。真好玩。来，我也会。对了，从小就萌萌萌的萌个不停，齐天大圣他也没有我的好本领，我双手一挥就变出万物，带着飞禽走兽连夜跑出北京。成一条肥肥肥的飞天小艇，就是一群其实不会游泳的白鲸。喝光了一整个海的高粱酒，我左眼清醒，右眼伶仃。夜一直呱呱呱的叫得像大花，森林黑咕隆咚的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看不见了，的大幻想，想吃黑珍宝，也许不呀。狮子我笑笑笑的笑个气喘喘，迎风吹送他的满头卷发。老虎腾云雀飞爬上树林，说三只老鹰下棋打靶。就这样从不梦的从小梦到大，直到天堂我们从来不怕。少年本来就是梦的起点，我们的问题大人从不回答。我都坐满了啊，都给我稳点啊！哎，这边办好了，赶紧上，赶紧赶紧让上去。那边接班船啊！哎呦，小少爷，哎，小少爷，你这脸怎么还没画呢？观众可都坐满了，都等着看这出大闹天宫呢。你可紧把手，紧把手啊！哎，大老爷，嗯，下去吧。哎，云生，你怎么还伸着呢？赶紧上场了。你的脸，爹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也别说，戏比天大，等散了戏再说。你赶紧把脸给我勾好了。爹，你听我说。演完今天这一场，我不想再演了。为什么？我要去上海学拍光影戏。不准！爹说过多少遍，不准就是不准。你听听，猴子都已经到水帘洞了，你现在跟我说你不演了？爹，我一直跟您说呀。哎，什么也不用说了。
现场跟剧场完全是两码事，现场的工作有多纷乱，人事有多复杂，斗争有多激烈，你知道什么？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这种地方长大。爹，不管什么人、什么事、什么场面，我都不怕了。你不要再气我了。你看看，多少人都在等着你呢。什么叫做救场如救火呀？爹，我喜欢京剧，我也喜欢光影戏。我想把京剧拍成光影戏，它就会更好看、更长久的。云生啊，什么是光影戏？爷爷曾经说过多少遍，我也说过多少遍，它只不过是一套障眼法几篇西洋镜吧。它能登得了大雅之堂吗？它的寿命能长久吗？会的，爹，它会跟您一样长命百岁的。不会，您再这样气，您爹也不会。爹，我长大了，我有自己的理想，自己的追求。好，你去追求你的理想。最后一出齐天大圣你也不用演了。哎，大老爷，换人。哎，大老爷，大老爷，爹，伤。